球打到中路，完全在门将的预料之中。博德里科解散，漂亮的抢断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。莫拉塔拼命跑向这球的落点，莫德里奇，看马尔克阿森西奥，有队友支援吗？我有，他说哥一个人就够了。球在 C 罗脚下，莫拉塔，拉比奥特，达尼洛，达尼洛将球传到了威胁区域，卡瓦哈尔，莫德里奇，阿森西奥，最后啊，他们发现自己被团团困住，无路可走。阿德里安·拉比奥，达尼洛，拉姆齐，一记长传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托尼·克罗斯，阿扎尔，阿扎尔，难得的机会。机会怎么样？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，多漂亮的一脚出球，这让他获得了空间完成射门，技术真好。场边在做换人的最后确认，马上就会有人员的调整。伊斯科被换上场，显然是想利用速度来冲击对方的防线。无论何时，这样的快马都能在草原上驰骋。卡瓦哈尔，莫德里奇，卡瓦哈尔，伊斯科，阿扎尔，阿扎尔，拉比奥特，阿隆拉姆齐。达尼洛，阿德里安·拉比奥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哎，不好啊，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，浪费了一次机会。瓜德拉多， C 罗拿球，卡尔瓦罗·莫拉塔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达尼洛，拉姆齐，拉比奥特在右边路打得不错，能否制造出杀机呢？把握传球的时机，要到前场。阿扎尔，伊斯科，莫德里奇，轻巧的高球，及时的抢断。他知道啊，自己这球传得不好。嗯，传球的意识不错，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，再大力一点就好了。寻找锋线队友，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托尼·克罗斯，卡瓦哈尔传球，质量怎么样？成功了。皇家马德里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，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。皇家马德里现在只是为荣誉而战，比赛已经毫无悬念。夸德拉多，基耶利尼，他远距离长传，直接传到门将的手中，发起反击，中场哨响起来了。
尤文图斯今天的表现无懈可击，彻底打垮了对手。这场比赛啊是一边倒的，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啊，